哎，就是你呀、啊！今天没有人讨教你，所以呢，您就成为了今晚2017年《梦想声音告别曲》的演唱导师。我就向2017讨教吧，接下来的2018，我们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 yeah. 继续梦想的声音。用林俊杰的歌声迎接2018，欢迎林俊杰老师，来吧。本节目由浓浓 MC 让我大有实力特约播出。朵朵绚烂的漩涡，匆匆。
快乐。